身心障碍家庭照顾支持者的服务一直持续的关心哦。所以我们呢，在5月17号在安平的林良堂，我们办理了爱基儿家长派对。我们还有呢，减压养生的美容及心灵 SPA 哦。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减压 SPA 舒压。另外呢，还有特别的安排了两婚姻之道的讲座，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，很不错哦。哇，好丰富哦。嗯。另外，你好，还有呢，还有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等等，哎、欸，就是啊，我们在5月18号呢，结合在新营区的家庭福利服务中心，会有办理的亲子带动唱活动，我们呢结合了新营高中的吉他社来带我们唱唱跳跳玩小游戏。欢迎各位家长一起来参加，很好玩哦！哇，我要带我妈一起来参加。那我要带我妈参加。好啊。可是我妈她年纪大了、然后出门就是有可能会问不到路，或者是找不到厕所。找不到厕所。那可能想要休息，她又没有找不到位置可以休息。休息。可是我要在外地念书，就是没有办法常常陪着她，让我觉得好担心哦。没问题，我也帮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喽。哇，是什么？噔噔，耶、yeah, ！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社会局的友善老人爱心商店。对，社会局呢结合了许多民间的店家呢，办理了友善老人爱心商店。它呢提供了我们休息，我们银发妈妈休息啊，还有问路啊，还有厕所，还有如果口渴了可以提供茶水。重点还有温度的服务，很棒哦！哇，好棒哦！对，那如果你是个时髦的银行妈妈的话，可以拿你的手机下载 APP， 随时搜寻啊，哪里有我们的爱心店家，随时都可以使用哦，很棒的。那我可以放心带我妈出门了，啊、谢谢。哇哇，换你了。啊，听不懂哎，等一下哦，我给你一个小礼物。真的啊！来，哇，我会讲话了，我现在才4个月大。对，我妈妈是新手，平常连帮我洗澡、换尿布都手忙脚乱，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帮我办羞奶仪式，哎，怎么办？哦，林 baby 不用担心，我给你一个卡卡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的礼物来了，哇！对，就是我们的托育资源中心，我们安平区的托育资源中心呢，5月在社会福利综合大楼1楼终于开幕喽。对，里面有不仅有我们的托育资源资讯跟书籍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家长的成长讲座，新手会新手爸妈提供非常非常多的托育资源，可以一起来哟。好啊，那我叫妈妈赶快去看。对，另外呢，噔噔，像刚刚给你的法宝呢，对，我们在5月9号呢有特别在办理宝宝取暖活动及趣味游戏哦，这也可以欢迎各位新手妈妈一同来参与，那为这个小孩的取暖仪式参加是非常有趣哦。好啊，我要叫妈妈快点去。那我先来帮你取暖，嘿，取暖取暖，我一定熬这大关，哎。小天使怎么办？我连想要准备一个蛋糕送给妈妈当做母亲节礼物都没有办法了，看来我只能选一小块的那一种了。怎么这么小啊？没问题，再帮你准备另外一份礼物哦。好。噔噔，够大了吧？哦，好大的蛋糕哦。对，这是我们社会局呢，为了今年庆祝母亲节活动啊，特别跟食物银行结合办理。食物银行送蛋糕活动哦，为了关怀我们。